啊，中算是没中，你做了一个美梦。没错，这一次真的是一个美梦，你梦到了要去参加女主播的一个派对。这个女主播长得那是风韵犹存，除了女主播之外，还有几个可爱的小猫一起参加了派对。那么在这场派对狂欢中，女主播的目标并不是仅仅邀请你要参加她的派对，而是要要了你的小命。那么在这场末日派对中，你究竟能不能存活下来呢？这又是小浪浪玩的一个非常温馨治愈的游戏。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开始做梦。露比的维腾派对，什么意思？哇，你看到右边这个人了没？闪了一下，哎呦，长得还怪好看呢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他是一个虚拟主播，名字叫卢比维斯卡。所以说，我们是要参加这个主播的线下见面会吗？他要开一个派对，看看怎么个事儿。我看这个主播也是风韵犹存啊，怎么跟我一样？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赢得你的票，你可以在这里搏一手，击败正常难度，按下意见，什么意思？哦，一个哭脸，意思是我没摇到号是吧？再摇一下，哦，又是哭脸，哎呀，三连跪啊，完了，红温了，再来，四连跪，我不信了，五连跪，六连跪，好了，兄弟们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拜拜。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，再怎么失败，我们也不会放弃的。七连跪，我就算他70连跪我也不会放弃的。八连跪，小问题。九连跪，十连跪，这像极了打王者的我啊。十一连跪，不是策划，你这个匹配机制有问题啊。12连跪了啊，兄弟们，预测一声，我最多能十几连跪啊。13连跪，好家伙，这游戏就是14连跪，15连跪啊！这游戏是不是就只是玩这个的？16连跪，17连跪，哦，第18抽，抽到了！怎么说？我拿到门票了。这要是在游戏里边，起码一个648。哦，我接受到了女主播的邀请，来到了她家里，进去庆祝露比的派对啊！女主播的家里啊，兄弟们，想不想看一看女主播长什么样子啊？这是女主播啊？这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啊！要不我们走？我对猫没有兴趣啊！走不了啊！那我们进去看一看吧。哎，就算是猫，我今天晚上也忍了。哦，这是女主播啊！看一看，哇，她穿的有点。啊，有点，哦天哪，这我都不敢直视了，他穿的有点那个吧，问，他不说话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看这几个小猫什么意思啊？这个眼神，智慧的眼神啊，小黑、小绿、小蓝，小紫，这边是小红、小粉，总共有6只猫是吧？他为什么有猫呢？这个门是锁着的，他也不跟我说话，哦，他这个脸怎么这么吓人啊？ Hey there, welcome to my house. 什么东西晃了一下？嘿，欢迎来到我的家。我真的很高兴和你一起过生日哦，这是他的生日啊！我们一直在等你，我们认为你会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哦。天哪，我愿意成为女主播的一员。你见过他们了吗？在桌子那边。哦，他是说这几个猫猫啊，这几个猫猫感觉都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，他们喜欢抓痕，他们喜欢抓人是吧？为什么不和他们去打个招呼呢？哦，要和他们打招呼。哇，他这个跳舞跳的有点像什么舞蹈，兄弟们，打在公屏上好不好？我感觉有点大香蕉的感觉呢。走吧，我们先和小猫咪打个招呼。和猫咪打招呼怎么打招呼呢？汪汪汪！啊，不对，喵喵喵！喵喵喵！啊，果然是喵喵喵啊！啊，你也是喵喵喵啊！啊，你也是。哦，什么声音啊？是不是要关上门啊？小绿，你可以打招呼吗？那个小绿不可以打招呼啊。小绿是最睿智的一个了，我感觉。小黑呢？小黑没了。小黑去哪了？锁门了。这是什么鬼？这是哪个人物？我不认识啊。这边有好多画啊。哦，这个女主播喜欢蝙蝠啊，看来是一个黑暗系的女主播啊。好了，我已经打完招呼了，但是小黑不知道去哪了。你别跳舞了，跟我说句话呗。向参加聚会的所有维腾夫妇致意。我不知道小黑去哪了，不能打招呼吗？你好，汪汪汪，喵喵喵。哦，都没反应啊，真的没反应啊，差不多了吧，应该。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吧。哇，这个照片有点非主流啊。走，这边都是锁着的。小黑去哪里了？我怎么没看到小黑呢？在楼上吗？哦，小黑，哇，这，哦，
我们已经打完招呼了哦，这么多门啊，我们还是别去了吧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啊。Aren't they just adorable? 啊，我来了，女主播。你家里刚才停电了，知道吗？他们是不是很可爱？我相信是时候开始了，要开始疯狂的派对吗 ，baby？ 啊，我觉得开始饿了，我们开始晚餐怎么样？我靠，我靠，你看见他脸了没？什么意思？被遗忘的维腾，维腾是那些小猫咪啊！我真的很抱歉让你这样见我，但是可怜的威斯卡，很久没吃过一顿像那样的晚饭了，我被骗了，兄弟们。威斯卡喜欢玩他的食物，经常和我们一起玩游戏，或者至少他曾经是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被骗了！哎呦，动，注意你的心率！我靠，这是要干嘛啊？这女主播是要抓我吗？抓到我，然后就会……哦，威士忌只想吃点零食，找到派对上的维腾，把他们放回桌子上，防止他吃了你。什么东西？Good luck！ 哦，要去找小猫，然后把小猫放回原处。谁吃我呢？这边有一个小猫啊，这个小黑已经嘎了吗？那边有钥匙啊，不要在红色上移动，只在绿色上移动。注意你的心率，这么卡，这哪里啊？哦，这边有个小猫。Mambo， 带档冲刺 ，Shift 是跑是吧？哦 ，Mambo， 这个音效还挺可爱的嘛。哎，这边有一只小粉，总共有几只啊？六只是吧？哦，哦，哦，不能动。哎哎，哦，他离我这么近，我错了，我知道了，绿色可以动，红色不能动哈。哎，我们要找到六只 Mambo， 走，一只在哪里啊？呀，第一只，喂，别过来。别过来，我已经没地方去了。哦，没了没了没了，我们要在一楼找一找啊。哎，不对啊，我刚才找到两只啊，怎么现在只有一只了？哎哎哎，哦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不能动，不能动，不能动。哦，绿灯绿灯绿灯，哦，应该过不来，应该过不来。OK。我要去找第二只，第二只，第二只在哪里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没有。哎，刚才的第二只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老弟。哦，这边。哎哎，哦哦哦，看到了。哦，不要动。我可以动。不要动，好 ，OK， 过了。这个房间打不开，这个黑门打不开。来来来，我现在只找到一只啊，它是随机刷新的，对吧？完了完了完了，喂，上我脸上了。不要动，绿色可以动。我如果跑太快的话，心跳会加速啊。OK， 过了。现在的话，一楼我应该是找完了吧？我去二楼看一看啊。二楼这里没有，哦，这里有一只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喂！哦，哦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好，可以动。啊，他这个样子好猥琐啊！哦，他还会过来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哇，这一局怎么这么难找啊？这边，这边应该是找完了吧？找完了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门。哇，他家里这么大，喂！我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了。哦呦，快走快走。好，停，不要动，他应该在二楼，没有问题。好，绿灯了。好 ，OK， 上楼。哇，他家里怎么这么多门啊？富二代吗？这么富？哦，这边有一个粉丝。小粉，小粉，啊！我被这个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怎么走？怎么走？怎么走？哦哦哦哦！别动！好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哇，没抓到我刚才！哇、哦，吓尿了，吓尿了，吓尿了！哦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心率太高了！在这等他一下，等他一下！我、哦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好，不要动！哎。好，别动，也没问题了。好，动，走，再去二楼。再走，再走，走这边，这边还有一个门。嗯，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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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好，别动，别动。好，可以动。好，别动。他不会穿墙吧？没问题。好，可以走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几只了？一二三四。我们要找到六只啊，六只，六只，还差两只，我可以走吗？完了，被锁！呦呦呦呦！哎，
吐脸了，吐脸了，吐脸了，吓尿了，吓尿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但是这个楼上我怎么找呢？好多门啊，这个门打不开啊，蓝色的门，是不是有什么钥匙啊？我刚才找到一把什么钥匙？哦，这边一个红色，哦，它在哪？哦，在这儿。好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我走，在这边，这边。我看到了。好 ，OK， 我刚才好像看到一只，在哪里？这边有一只黑色的，不要跑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哎，找完了是吧？什么东西开了？哦，这边门开了，这个黑门开了，这个门打不开，对吧？这边是什么？哦，这么多小猫老弟，哇，这么多都嘎了！这边一把黑钥匙，都嘎了！看这边房间有没有东西？没有东西啊！哇，他该不会又要出来跳我吧？这个黑门是开哪里的？这里的吗？哦，啊，哇，过关了！哇，但是这个主播有点奇怪啊，兄弟们，碰到这种主播取关他就老实了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他还不够努力。有没有努力直播？有没有努力发视频？有没有努力抓我啊？